连熊班长都要找 Maple 双牌迅速脱离铜牌粪坑，低端场只能双牌早点脱离。干你俩真是有够可怜的这些人。艾克听说今天被改强了，我看一下他改强了什么。被动对野怪的伤害加成变成250%，无上限，哇！完啦，老空，你该不会这时候闪现吧？他已经没闪啦，他的线好像是推的欸，感觉吸他经验，等下在那边靠背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反正这种低端你没办法跟他交流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顶不住，我顶不住了，送头。天哪，空哥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闹了？为什么中路他妈的阿卡丽可以单杀炮娘啊？到底是什么鬼啊？大绝这么康的也可以打输问闹哎，真的是。有白痴、欸。这阿卡丽没交大就把你干掉了，什么鬼东西？不是阿卡丽没交大就把炮娘单杀了、欸，又怎么了啦？哎，又他妈冲塔去送头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些人上路被单杀，下路送头。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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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血收头还会扭位，这个马水母看起来是个屌人呢、欸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没大绝哎、欸，我没大绝哎、欸，靠背哦，疯狗哎、欸，妈的叫你跟的时候不跟，然后他妈的老子拉退的时候当疯狗哎、欸，是怎样？他还敢往前呢、欸，这家伙。好像打不赢了，啊怎么啦，为什么中路又死啊？那赤龙啊，那赤龙也不扣我，炸鱼客，Legendary 又开始咯，传说又开始咯， Legendary 舒服咯，不行啦，我现在发现我不能再屌那些低能队友，每次那个节奏什么都被那些低能队友拖累啊！干老师，我现在要开启这个正常独孤自干模式。金龙都别背我悟空啊，其他我都不会。
你忘了下一句哦，下一句哪有人拿提摩打上路的啦？我的炮娘，这个操作有点东西耶，不补攻跳起来耶，他在空中被人家换掉，他连头都换不到耶，他会不会玩啊？那个水母好狠哦，他直接把对面当狗在打，完啦水母。调皮耶。哇！刚刚伊利居然有防到我哎，是不是有眼啊？不是啊，正常来说他不可能会反应那么快吧？我说这个分段的人正常应该不会有那个反应。调皮耶！干这两个是来炸鱼的，是不是啊？而且都很知道现在要干嘛，要干嘛，要干嘛，该拿龙就拿龙，该怎样就怎样。拜！那提摩死杀小啊！哦，他怎么在这后面啊 ？Ace， 总算有一次是炸鱼的队友在我这里了。干！哇，这组人好难打，好宅哦！哎，我按啦，我按哪啦？怎么飞啊？干，如果真的台服，我就修到他了。我看他头一挺进，我就按了。神奇水母哎、欸！哇靠！你老婆自己订好料的，你在这边工作，真假的？他没弄狠吧？少说至少会帮我订一下吧。他已经爽吃了。我回家了。范莉亚，开撞！那我也要去吃啦。我哪知道他吃啥？胖，你过来这里坐着看我玩。我不想吃了，帮我吃。快点，我要开始了，我要一瓶茶。你要坐在这里，我看完监狱兔版本国栋，在那个前面那个高级大楼楼下，就是跟按摩店在一起的。啊，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BD 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哇靠！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你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，国外人都帮我点赞，那你这六四八八就点赞。都机器人哦。